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威廉王子的直播间哦，可以说车直播间。来，进来的朋友们，你们等下也是要分享的 ，OK？ 可是你们先听一下我洪亮的声音，你们听得清楚吗？啊，听得清楚吗？有听到我的声音吗？啊，还有沙沙的吗？还是卡卡的？还是很 OK？ 如果 OK 的话，进来的朋友们在下面打上一个 OK 啊 ，OK。各位观众们，晚上好，欢迎来到威廉王子的直播间啊 ！OK， 进来的朋友们，来先帮我们做个分享，然后还没有去我们的 page online 的人，记得一定要去 online 先哦，然后帮我们做个分享到有用的群组啊！如果呢，今天呢，你已经是等了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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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从来都没有看过威廉的直播间哦。有这辆车 ，OK， 给你看半边先啊，你们自己去想象这辆是什么车先 ，OK， 啊，这样你就要 tag 你的朋友进来，有没有爱车人士啊？爱这辆车的人，等一下先啊，我看一下啊，有没有人进来啊？有点老花了，等一下先 ，OK，OK、okay. okay、啊 ，Andy 咯 ，Hello Andy 咯。欢迎来到威廉的直播间哦 ，OK， 可以的话你就帮我们分享一下啊，来，我们来看一下这辆是什么车？你是爱美女嘞？你们今天有看到标题吗？今天的标题什么？你爱宝马还是爱美人？还是你两个都爱？啊，如果你两个的都爱的话，这样你就写两个都爱。啊，如果你只爱宝马的话，这样你就写 BM 咯，是啊，我们历史都没有出过 BMW 的那个直播，在我们的直播间呢，啊，所以你今天是不是要一定要留守到最后？是不是一定要 tag 你的朋友进来啊 ？tag 给他鼓励鼓励啊，这种那种不管是在新加坡的啊。啊，还是在马来西亚啊，还是在槟城大三角啊，啊，全部跟他隆重贴出来。你多了一点点肉 ，Hello cameraman， 他讲我多了一点点肉，你帮我 adjust 一下，我还是很瘦的 ，OK， 我没有多了一点点肉，只是这样子的话会看起来比较好看一点嘛，不然他们每天都讲我太瘦了，啊 ，you know 太瘦，哎，公猫。你是不是很久没有看到我了？所以你讲我多了一点点喽。我穿黑色，配着黑色车站在旁边，你还讲我多了一点点喽。哎呦，你好，我的名字叫李胜发，哥哟胜哈，你叫李胜发哈、啊？哇，你很特别嘞，这位粉丝，很少人会把全名和直接 show hand 出来给我嘞。我给你一个赞啊，我给你一个赞，你给我一个赞呢，你帮我分享一下 ，OK？我爱本林的，你不要等下，我给你女朋友追出来打、啊，追出来那个鞭都给他吹掉了。等下不要这样子嘞，是啊，马来西亚威廉王子 mana bagi， 哎 mana bagi bang， orang sekarang cakap Cina， you cakap Melayu， saya banyak susah you ingat saya tak tahu cakap Melayu eh， saya mahu tahu cakap Melayu ya， ha dia pergi mana nanti sekejap dia sudah jumpa mia， ha sekejap， ha sikit-sikit ah， tunggu sekejap ah。OK， 哎，我没有看到你们分享的，那上面你有一个 logo 分享了吗？这样才威的吗？这样证明你们只是一个 supporter 吗？很梗很严的 supporter 吗 ？Hello， Angeline， 好久不见，是我知道你跟我踢了一个班，好久不见，没有啊，两三个礼拜了是吗？你可以不要绑头发吗？我跟你讲一个秘密吗？因为我今天还没有洗头，所以我一定要绑头发。哦，不然等下威廉会疯掉啊 ！OK， 来，进来的朋友们啊，帮我分享到各大群组。OK， 来，我先给你们看一下，带你们偷看一下，来看一下这辆是什么车啊？我们历史哦，从我不懂啊，应该做了有半年多要一年的直播啦。我们好像都没有看过 BMW， 哦，你们每次讲了有没有 BMW， 有没有 BMW， 哦，都没有 ，OK， 今天就变了一辆 BMW 给你们，啊 ，kamu punya bahasa Melayu macam orang Melayu， 啊 ，you orang you punya Melayu macam Melayu， saya punya bahasa pun macam Melayu， 啊 ，OK 吗？这样子我有讲对吗？
啊 ，Belinda 已读不回啊，我应该是 miss 掉你的 message 了，因为我最近有点太多信息，有时在下面我看了后我忘记回，有时候我太多信息了啊，所以你如果看到我没有回你的话，你再 tag 我多一次啊，我就会回你了啊。如果你没有绑头发，你会很漂亮。哎呀，我有绑头发，我很漂亮好吗？绑头发有不一样，绑头发比较青春啊，没有绑头发的比较骚一点啊，跟这辆车一样啊，骚，对吗？啊，对，阿福厉害，这辆就是我们的 Z4 啊 ，OK Z4， 2019年的啊 ，BMW Z4。哎，厉害，还是粉丝比较厉害，真的，我都还没有讲，你们就会，这台够 i 爸跑吗？哥哥，我没有驾过 i 爸嘞，你可以驾这 i 爸来载我吗？这样我就，因为我可能等下就会试一下这辆 Z4 嘛，所以等下哦，那个 i 爸，你驾来载我一下，然后我看一下他会跑吗？可能。可以贴到我，吓到我一下，可能他就会跑哦。OK 啊，你试试看，不要绑头发。哎，不要这样啦，我头发没有洗耶，那掉会有点晕掉啊，直接在他旁边掉这样子啦。我吼的姿势不是很丰厚的嘞，我还是要靠他的，你知道吗？OK， 来 ，Z4 不会跑的，好纯好。如果还是红色，你一定讲我会跑的。它里面内有乾坤，你先不要讲它会不会跑先，重点很帅啊！来，还有一辆 ，OK， 先给你们看一下了 ，OK， 我们今天会介绍两辆啊，来看车都开住给你们看了啊，啊，今天没有开的你是啊，直接开住给你们看，OK， 还有这两啊，所以我们今天会介绍两辆，这两呢是Mini Cooper。OK， Mini Cooper ZCW， 2017年，哦，2017年啊，啊，它跟那个 BMW 哦也是蛮相像的哦，所以不管是你们喜欢两门跑车，还是喜欢小车啊，今天都会一一介绍给你们。会不会王子不会疯掉？不会啦，王子不会疯掉的。OK。来，哎呀，有人开引擎了啊！嗨，阿德开，欢迎来到威廉的直播间哦。OK， 进来的朋友们，来，大家晚上好哦。OK， 晚上好。哎，这么车灯一直闪哦，你们有看到小哥哥吗？啊，小哥哥有看到吗？叫做 Z4 的小哥哥。开着大波行呢，来欢迎我们的威廉王。什拉麻麻烂来，什拉麻烂麻烂，什麻烂麻烂什么？把什么来哟？来，大家晚上好啊！哎，这辆车漂亮帅呀，强对。是。哎，我们第一次播 BMW 在我的在他的直播间，对，到直播嘞，第一次啊，因为很多人要求说，哎，有没有宝马？宝马，宝马。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很喜欢宝马。今天宝到来了，今天昨天找到宝马来。喜欢 Belinda， 哎呀，不要这样子啦，我还是奥迪比较帅。哎，来，我们看有没有宝马粉丝啊？因为宝马是不是有这种定位啊？就是说 ，Mercedes 哦是比较安哥一点价，然后宝马就比较年轻人价。对哦。有没？是这样没？我觉得是、啊。他这种人讲什么话？有没有加 i 八人？我们的 Mercedes 不，我们的 Mercedes 很难看咩？很欧美咩？你看 C C L A 哦，会欧美咩？不会啦，我们啊，你看我们小黑色会欧美咩？哇，这俩帅哦，我跟你讲。是啦，那有欧美不会欧美吗？啊，所以哦，我跟你讲啊，这个东西哦，没有说 B N W 是年轻人价。哎，绝对啦！啊，就是现在是个人喜好。是，所以呢，我们今天来的 B W 是不一样的。是，因为我们每次看到我们的两门的什么车 ，Mustang 啊 ，OK， Supra， 或者是什么车 ，Porsche 718。今天来的这辆是 Z4。对 ，Z4 啊 ，Yes brother， 来，
帮我分享，然后给我点拉一下，给我的荧幕刷点拉一下啊 ，Thank you。那么漂亮的 Manson，Hello Manson。Yes Manson。肯定啊，你是讲人漂亮还是车漂亮呢？喂喂，这两个 I 爸跑吗？哇，紧张了，这个谁？传说年轻人开马赛蒂是开老爸的车，开宝马是坐骗了。切，哎呦。不过、哦、不过我觉得啦，最近都不人都会讲哦，驾宝马的哦、啊，好像都是坐阿龙的嘞。是咩？是吧？这样我不、就不可以买宝马啊？阿龙车。因为宝马很凶，很凶。你看他的车都很凶。是咯是咯是咯。哦、有点像阿兵阿神。阿兵阿不会不会，不一定是 sport 就是阿兵阿神，而且呢，这辆是 sport 到啊，应该路上没有几辆。我到目前为止啊，我在新山啊，很少看到，几乎都没有看到吧，几乎都没有看到这辆 Z4、嗯。很少很少。反而 Porsche 就很多，对，很多。奥迪也很多。对。嗯对呀、啊、对呀、啊、没有错，我要看 BMW 后面，等一下我们让你看看啊，人都剪了头发，他讲你是吧、啊、Benson very cute 来来OK 看一下，来看这辆灯啊，来看他的车灯。嗯，老实讲着，我是第一次介绍这辆车。哎，说叫我们就要叫我们的粉丝来回答问题啊，是吗？是、啊、没有错，还不是很熟悉。对，所以你看啊，整个车头啊都很帅啊。是，它有点像那个什么车啦 ？N4 跟 M8 两个车头都有一点像这样。而且，其实哦，远远看呐、啊、，BMW 你知道出名什么吗？不知道。OK，BMW 出名就是它两个猪鼻子。猪鼻子。啊。猪的鼻子啊！对喽，我觉得啊，这个叫猪鼻子啊，爱讲球的东西叫猪鼻子啊，这猪鼻子啊，对啊，我觉得他这沙龙是追求的，真的。对啊，不管是他哪一个款七系列啊，还是几系列都好，我觉得他前面这个沙龙是很球、哦。嗯，所以你们如果说你们是上一代的 Z4 的话，刚刚好确定换这一款。是的，这一款是2019年，2.0的。2.0哦，所以呢，它落袋又不贵。多少钱？便宜哦！我很喜欢问你 Lotte 这个东西啊，因为我很这样便宜。是啊是啊，因为2.0来讲 ，Certain Car 哦，375.5，375.5，对啊，不到400块啊，比我保险还要便宜。肯定，哇，没有错，这也是很值得买了。是啊，300几块呢啊？对啊，300多块一年嘞，不是一个月嘞，对，年。300多块，对咯，怎么搭？这个叫塔洛案。塔洛案啊，对，马赛也是很多，没有错。最近是野马的天下了，没有错。最近多到露出来。宝马 N4 比较煞，肯定，因为价位也不一样，而且 N4 马来西亚还没有几辆新款的啦。N4 啊？对，就是你有看这个中国抖音吗？我看。OK， 很多中国。OK， 胡歌。嗯，或者是这个谁小甘雪伞，他买那辆，青色那辆就是 N4，对，那个是正牌 N4。这辆黑色配猪鼻子很好看，哦 ，Seven，嗯，哎，公优哇，哎，豹哥是咯，帅到没有朋友啊，对哦，害我都没有人要跟我做朋友掉，因为一直太帅，所以有时候我要穿普通点。啊，不然太帅，没有朋友掉。你看，所以这句话是有原因的，你明白吗？没有错啊。1C Mercedes Benz Jet Li， 你要看什么 Mercedes Benz？ 再讲一听一下。你可以点餐一下，等下我们点餐一下，可能就嘟。对。Mercedes Benz 啊，这两是 Japan Spec， 小姐姐可以叫宝马约你吗 ？OK， 来我们看一下，这辆车哦，它就是 Japan Spec。其实看车牌知道了，看这个板就知道了。你知道说吗？为什么？我教过你吗？比较大、啊，没有哎。OK。比较大嘛？不是。还是比较宽。不是。如果是 Japan Spec 的话、哦嗯、它是比较属于长方，不是属于长方，四方一点。正方形。啊，如果是UK 版的，它是长方形的。啊，所以你看我们 Mercedes 啊，你注意看啊，我们 Mercedes 啊，全部都是这个。比较正方形的，对，因为我们的是日本版、日本版哦，不一样啊。来，我们再看一下这辆车，
车头美满是很煞气啦。安丘。哎，等等，我给你选啊。嗯。给你选Porsche 718。嗯。跟这个 BN，你会选哪一辆？你是讲我自己家吗？啊，如果你要买的话，你会选哪一辆？我买的话，Porsche 还是这一个。我比较喜欢 BMW。哦，为什么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比较丑。哦，不是 BMW logo 啊。不是，因为它很丑。哦哦哦。因为 BMW 都是比较丑嘛，我也是很喜欢 BM7 系列。哦，明白啊。哦，所以这个是因为很丑啊，很丑啊。真的很丑。很丑啊。它很霸气。OK， 所以啦，好。车头就很美啊，来，我们再看一下它的 spot ring， spot ring 啊，哇，真的是很敢下料哦，米其林的打压，然后几大寸啊？是九寸 ，seven plus inch， 235/35 OK 啦，不会很薄啊。所以洞可以穿的话，还可以穿了洞，还可以蹲一下啊。穿了洞哦，还不会那么容易爆啊。因为35算是很薄啊，如果34的话哦，应该很快爆，应该更薄，降不了啊，很薄，很薄。帅还是要好刺激哦啊，帅的时候哦，还是需要舒服啦。就像是改车改到滴滴，然后中了还是要改到滴滴。啊，没有错。哦，然后我们会开个棚给你看。嗯。好，如果说你们买了这辆车，嗯，哦，怕下雨，你跟我讲，不用紧，我会送你两把雨伞。开棚。啊，买雨伞 ，OK。如果雨伞没有帮我拿的话，不用紧，我再送你两件雨衣。还有吗？刺激一点啊。还有吗？哦 ，OK 了。有水鞋吗？会漏水吗？有水鞋嘛，水鞋可以啦，中整色咯。Okay 啊，雨帽雨裤跟雨那个水鞋，哦，要黄色，黄色的，要黄色，对，够显眼啊。那个要像那个谁，花猪刚那样子。花猪刚刚啊，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B N W， 对呀 ，Maya Magang One。B N W 吗 ？Maya Magang One。哦 ，Maya Magang One。对，好 ，OK。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辆 JB， 这辆 Japan Spec 哈，它会比较多 safety function。刚才我驾回来了，我就试了车，很敏感哦。我们都想有些东西蛮敏感呐、啊，不过这个车真是敏感，很多东西敏感呐、啊。敏感啊啊小姐姐驾乘车的话，你会觉得哇，好敏感哦，你会很嗨哦，我觉得。那很嗨啊。男子驾的话，我觉得会。哇，太敏感了！哦，太敏感了。对，太敏感 ，over 了，真的 over 了。因为女生通常是比较麻烦一点。是这样啦，哦，是这样哦，没有错，没有错。在 N Sport 来，我们看到里面，我们看 Interior 啊，来看一下 Interior， 这个要脚下一些。OK， 来，安博海蓝的 Interior， 嚯，我看到一幕，没有，红红的。哇 ，Indeed 很美，哇，很帅嘞，红色的皮椅，对，这辆车太旧了，很新哎，里面很新，19年，而且它 Indeed 的蓝色灯，啊，太帅了，真的，配到很好哦，哎，豪春浩，红配黑，你觉得可以吗？一个讲 Banyak Makan One， 一个讲 Muscle Workshop 的 BMW Banyak Muscle Workshop 啊，也没有这样讲啦。阿德咩？阿德马千尼咩？啊？那个是见仁见智的，没有是吗？这样讲哦，这样车才红吗？哦，没有话题的话没有红哎、欸，对哦，一定要话题的哦。来，我们给本大第一次坐哈，好，我们给本大坐看看，来 Go。替你们试不一样的车啊！来，主播来，只供观赏啊。OK， 主播 ，Night， Better， 来，哇，好像冷。OK 啊，18.5度，哇，冷啊。18.5度，很好啊。哇，里数才16K，哇，你这么厉害，我还没有给你看，你就扫到了。谁这样会看到的啊？Kevin Lee 哦，那个这条球，这条、个、你每次上次也是他，对对，你真的很厉害对，你真的是很厉害，这个超球的。这两盒 C200 两门哪个比较美？哦，没得比啊，没得比啊，John Day 没得比，因为这两讲讲哦，它也算是 N Sport， 而且这辆车是有开封，而且是soft top， 你懂什么 soft top 吗？OK，
我们两个门的车子哦，我们有分就是half top 跟 half top 跟 soft top， soft top 就是软的，哦、你摸上去软的，软的、嗯、OK， half top 是硬顶，这个是软顶，哦、这个是软顶啊，不一样不一样，来看一下啊，这粒 styling 啊，比较不一样的啦，我觉得就是跟之前的 BN 啊有点不一样，你加过吗？还没加过哦 ，BN， 我没有加过 BN。这辆车的 BN N Sport 的手感不错，而且 pedal shape 就一定有哦。哇，很扎实哎，而且、这个、pedal shape 是一定有哦，而且嘞，好像牵小姐姐的手这样。两门是哦，两门的车啊，我跟你讲哦，很少会有 memory seat 的。两边都有吗？是。哇，你看啊，超秋的嘞。你看左边驾驶位有，驾驶位又有啊。哎，它的门把也很秋哎，整个那个造型。就金属的感觉咯，对，很秋。然后这边又有，对，两边都有。然后两个门的车通常都没有这个电动椅的，车上有。秋，来试一下给你们看，因为脚太长，我把哦，你看，然后这个是自动会，哦 ，OK。你看，哇，叽叽叽叽，这算是 bucket seat 吗？算 bucket seat， 算，这样秋了 bucket seat， 很美。很的 bucket seat 真的很美耶，超秋的，红色嘞，而且是红色。我想战车，带银边这样 ，bling bling bling。当然这两张椅子啊就很美了，整体啦，整体你看看够大。还有 wire chargers。对，这辆车有 wire chargers 啊。我刚有试啊，可是充电比较慢。可以换那个 cable 比较短。哎，来看一下啊。噔。有 wireless， 看到吗 ？wireless 接，啊，会走的，看到吗？啊，对，有，这里有 wireless 接的，所以哦，哎，刚刚好我的电话刚刚好嘞，就这样放进去，刚刚好那个 size 啊，那个电话刚刚好那个 size 放进去啊，有 wireless 接，然后嘞，这辆车子啊，我看到个我很满意的东西，哪里？啊，就是哦，它的那个气氛灯。哦，这里，哎，就是在这些门啊，来，灯关掉，我们看的呀，比较点浪漫的感觉，啊，来，蓝灯 ，OK， 它优秀的，它优秀的门的，对，细，它不粗，它比较幼哈、哦，它不像 Mercedes 很粗、大条，是，对，很美的，很美的，门边都有，很美的，很美的，这个真的是水水哦，太秋了，对，这个是我喜欢的，这辆车子嘞。它还有多个东西耶，有那个 head up display， 你有看到前面有个字吗？有看到吗？哦，看到了。应该拍不到，应该拍不到。不行，我们 cameraman 啊，你应该看不到，看到吗？观众应该看不到，应该看不到呗，应该是看不到。怎么看不到、哦、啊？可是还有 head up display。不用紧，不用紧，我们没有从镜子照去看啊，那个格子。哦，是咯。啊，这个就有 head up display 了，对，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哇 ，BN 啊，我跟你讲啊，这是两门车子哦，这辆车的 BN 它里面的宽度啊，里面的宽度啊，大概它已经接近了这个 5 series。哇 ，5 series 啊？对 ，5 series 的宽度了，所以它并不是一辆车，你坐进去会觉得很压迫，很窄这样子的感觉。OK， 我比喻啊，你可能你坐这个718，你会觉得窄一点，因为它比较 slim， 这样子啊，比较 slim 嘛、啊。这辆车是它框这样，反正很宽，而且这里都很宽，没有讲窄窄的，像跑车这样的话，很像很辛苦，这样其实都没有。对，还蛮舒服。对，没有错。通常两门的跑车都不是很好坐，我坐过超跑啦，不是没有啦哦。我觉得超跑都不好坐。对，真的，这个是我觉得的。Sorry 啊，如果那个什么什么牛啊。什么马的啊、？OK， 它的椅子是没有的，电动也没有的手动，没有电动，手动没有都没有啊，手动都没有啊，它是死的 ，carbon fiber， 硬的，整个是固定的，没有调 ，sorry， 它只会调吗？前后，啊，就是你脚够不够罢了。对，所以哦，它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啊。车身红色，明天就卖出去了。浩尊浩，你来啦，我喷给你，我喷红色给你，没问题哦。你明天来定，没问题哦。浩尊浩，可以的，请指列咯。没有列，没有列啦，没有机会列，没有机会列。我马上还列。Big money
Big Money Western 哪里会很多大钱浪费啊。我叫美女不要绑头发。买跑车有送美女吗？啊，你试试啦，你可以试试看跟威廉买一下啦，你可以联络威廉吗？啊，好的好的，嗯，可以，好，来来来，介绍给你，没问题。好，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哎，这辆车子啊，哇，冷气，我看一下啊，我很想研究冷气噻。哦，16度，因为 Mustang 呢可以到15.5度，这个到16，啊，这到15度啊，哦，很冷哦，很冷。OK， 然后两门的车子它要具备就是这些东西，来给你讲。好帅哦！给你讲，这个咯，这个是什么？转哦 ，Sport， 然后 Comfort， 还有。这个什么 Eco Pro 啊？啊，对，它有多一个 Eco Pro， 是我们平时的 Eco Mode 是吧？啊，对，没有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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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调这三个，没有错，这个是自己按的，对吧？啊，对，你直接按，没有错。当你按上去的时候啊，你的 Mid 的颜色会不一样。哦，来，你 try 一下，我试试下。等一下啊，等一下啊，这个是 Sport 是吗？啊 ，OK， 来。然后这个，对吗 ？OK， 站，站。你按 Sport 第一个哦，按第一个 ，OK， 哦，它就变红色。战斗模式，你再多按多一下。哎 ，Sport Plus、Sport Individual 它有分的 ，Sport Plus 跟下面啊，对 ，Individual 对。哦 ，OK， 你们有看到吗？在下面，这里，而且里数，里数很低啊，16000多，16000多原装16360，嗯啊，2019年的。哎，我很好奇耶，我要打满一桶油哦。它可以跑500多 km 呢，打满一桶油，算是很省油哦，这样。跑500多 km， 对对对对对对，这样很省油哦，很省油哦，很省油哦，对不对？又耐跑又够省油哦，没有错。来，我们就开棚，开棚啊？啊？这样开啊？给你学啊，拉上来，拉上来。等下门需要关吗？你这是你试试看门不管你拉，拉住，不要放 ，OK， 要放啊。来看外面，看外面。噔噔噔噔。嘿嘿，嘿嘿，哇，完全不一样了，哇，完全就不一样了。我觉得空气清新。对 ，OK， 这个是两门开封，就是不一样。哇，这个去云顶，哇，现在差不多可以。来转圈看一下，来，我们给他看一下，我们一圈。回来再啊，来云顶啊，这样啊，哇，吹风。我们要想一下，我们去云顶。是啊，感受是不是不一样？嘿，可以哦，可以吗？啊。撩妹的必杀 B N W， 撩妹，然后你必杀，重点是你要，如果你的妹是会加成，你就要叫美加。哦，对啊，这样子才有机会一只手放在她的脚上面。哦，美美加，你坐旁边啊，这样子把手放在上面。哎呀，极爽有风，这样放上面。啊，放上面。哦。看一下啊，还有什么东西？哇，这边还可以放两只 Casper 嘞！哎呦，还 Casper 哦！哇，吹风 Casper， 你们是不是很久没有嗅到外面的空气啊？没有，很久没有嗅到酒味道了。酒的味道啊？那酒的缺货吗？啊，是哦，真的买不到酒哦。嗯，不过 i8 省油。老大 ，i8 是跑电的嘞，老大。Excuse me？ 啊，这是跑油啊，讲比哦。什么？什么 Corsa Mode 的？哦 ，Corsa Mode， Corsa Mode 有你都不用买啦，有的话你要买吗？Kelvin 姐妹帮我跟我们讲 ，Kelvin。是咯 ，Kelvin Lee， 你这样厉害，你也是要帮我们分享一下吗？是吗？是咯，哇，所以你看，很不一样哎，怎么不一样？我不过哈，那天我去打油啦，我就开了风，白天呐。我会打油，隔壁的罗里啊、摩托啊都会这样，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哇，一直看，一直看，美漫是很帅啦，不过啊，很热，我后悔试，我跟你讲，哎，你在马来西亚下午开风，感受吗？没有，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开风吗？因为我们感受洋人很喜欢开风吗？晒太阳吗？什么？我们感受，哦，有点，可是外国人的 feel， 对，可是啊。可是因为我们晒惯了，所以我们不喜欢。啊，对。啊，洋人呢就喜欢晒，因为他们人嘛地方，对对，感觉是不是不一样？对，是的。哇，踩下哎。哇，我们现在这个去云顶哦。啊。可以哦。哎，这太爽了。啊 ，good good 的。
喂，我们看后尾，我们看后尾，我们里面看很久啊，我们看后尾来。讲有点讲很多哦。啊，里面讲很多，因为太美啊，里面。OK， 来，这辆车子2019年的，然后2.0马力253匹。253匹。对，253匹马力，然后它是属于8个 speed， 就是8个牙。八个牙。对，0到100，哎，不凑快耶。这辆车哦，它虽然它的马力没有 Mustang 大 ，Mustang 300E，这辆是253。嗯嗯。它0到1005.2秒。5.2秒，哦，也是不错啊，很快哦啊。Mustang 5.8。哦。我觉得啦。是因为你今天试驾了，你觉得？没有啦，我没有来，我没有算啦，我没有，有要有猜猜哦，试一下音乐，哎，音乐声音哦，声音 adjust 的声音，哎，不错哎，其实它是5.8，虽然5.2，虽然是5.2，它应该是比 Mustang 轻 ，Mustang 比较重，我觉得啊，所以它快，比较 Mustang 比较刚硬的感觉，对，嗯，大梁嘛，大梁啊，没有错啊，有分享 ，Thank you，Alan Lee。多少钱？等下我们给你个价钱。你的店在皇后大陆那边吗？对，没有错。下雨天你开封试一下。哎，他都讲了吗？一开始都讲了吗？啊，可以啊。啊，我穿着雨衣。啊，两个雨伞。对。送你一个那个雨鞋。没有错啊。来看一下后尾的新乐灯。新乐灯啊，哇，这个呢跑来吧。美啊，而且呢，它这种新的灯呢，你跟后尾你不会讨厌，它不会刺眼哦，不会刺眼。有一些是它亮到很刺眼，它真的是很柔的颜色，哦，很柔的颜色，哦。虽然这样是两门车啊，它还是有 reverse camera 啊。哦，还有 camera。有，很体贴嘞。来看一下，哦，还是有的，还是有的。OK， 我们。function 呢？啊，很多function啊。嗯，这辆车哦，对哦，还有点function，它是日本 spec， 虽然是日本 spec 啊，它还有这一个bright spot， 盲点。对 ，bright spot， 嗯，有 P crash， 好，还有防撞，还有 P crash。今天我掉蓝牌啊，我掉后尾啊，嗯，我掉后尾啊。OK， 我 reverse 啊 ，B， 他这辆车会这样子哎 ，brake 住哎。哦，自己 brake 住。我奇怪，哎，怎么这车我撞东西哦？我吓到我妈。我讲谁咯，哇，流汗，流汗。然后我想一下，哎，没有东西啊。原来是 P crash function 很敏感，所以我觉得，很敏感这个东西。小姐姐这样真的很适合。很适合，你要穿到屁股后尾车啊，他给你踩，很大力啊，你踩。很大力的给你踩。对，然后啊，你再踩油，他都不会走。它 brake 住啊。就是在那边就是。是很好。所以这个 safety function 就是。真的好。太适合我了。还适合你啊。然后不止哎，它的这个打压哦，一到摆线哦，它很明显的把你摆设定摆回来。哦。穿摆线，它是这样拉回来，你就觉得这么有人拉你车这样。这样它的 safety 方针真的是做得很好。给我们这种车手来讲啊，太敏感。对哦，不好驾。啊，不过这个东西，如果说你在 highway 你打瞌睡，它救不了你。对哦，要穿那个如果就是常常开长途的人啊，是啊，或者是啊，驾这辆车啊，很帅啊，哇，对，跑海威啊，哇，真的太适合了。哎 ，Casey Lau， 漂亮哦，帮我分享一下 ，Casey Lau，Thank you 啊，美曼，这辆真的是美。来看一下啊，它的后尾的 bonnet 哦，两门车其实都不会很大，不过我觉得这辆车呢是 OK， 够用啊，足够。够用，放一 set golf set 可以啦，一 set 可以，刚好这样下去，应该是可以啦。前面的没有试过哎，所有 golf set 啊，下次我来试一下。去哪一个来，哪一代来，哪一代来放下去试一下。我们拿那个最老牙最普通那一 set， 我们试一下，不然啊，加上车不可以带 golf set 就浪费了。是哦，哇，加一个跑车，然后这样子拍一个。对，是没有错。你有 desk 看最快可以跑多少吗？来 ，Kelvin Lee 给你猜一下，这辆车的 top speed 多少 ？Set four。啊，给你猜一下，给你猜这辆车蛮不错快的。来，我们听一下悦耳声音。是，给你们听一下悦耳的声音。看一下啊，看有没有声音，我不懂没有声音啊。
要调好好啊。OK。来，我们来听一下悦耳的声音。悦耳声音啊 ，Sport Plus 啊。嘿，打炮了。可以嘞，听得够吗？可以。听到吗？啪啪啪的声音。啪啪啪的声音。啊，你们最喜欢的、哦、啪啪啪的声音，我觉得你们最喜欢的，最喜欢的声音了。好、哦，多少钱？来，我们给一下钱。这辆车开封，对，从开到关应该是10秒就搞定了，10秒就可以开封了，所以是一辆很帅车子，而且呢。这辆车哦，在我卖车的经验来讲啊，它的价钱很便宜。我们历史没有播过这个车啊。新车来讲啊，如果你去买这辆新车哦，新车价钱要470千。470千。对，新车、啊。新车470千。来，朋友，你们认为这辆车要卖多少钱？你们觉得这辆车2019年的可以卖多少钱？多少钱？你们猜一下。会不会喷火的？你去改一下 ，adjust 应该会可以改的啊，你就可以喷火了。是，可以改的啊。这辆 top speed 啊，不止240，这辆 top speed 跟 Mustang 一样，250 top speed。250。对，250 top speed。哦，所以这辆车子应该够快了吧？250够快了，而且 original。我觉得很快了。是啊，没有错。如果开封 no function 的维修贵吗？诶，等我买的时候我跟你讲，我还没买到，我不懂多少钱。还是我上网给你看一下啊，280块啊，250千，400千。然后我去开一下，给你们看它的引擎，然后你们就会觉得，诶，这个引擎似曾相识，怎么这么熟眼呢？对，啊、来开给你们看，看一下啊。OK， 来 ，Twin Power Turbo， 哇，别人的构造啊，他就是每次这个字眼看很爽啊，他就给你知道啊，他战车是 Turbo 的，他跟你讲有 Turbo 的，哈哈，告诉你有 Turbo， 啊哈，有 Turbo 的，2.0，四缸，8个 Speed， 来，我来讲啊。这辆车子哦，如果你们有去注意啦，这辆车子哦，其实它有一个孪生兄弟，算孪生吗？啊，孪生对。双胞胎对，还有双胞胎，就是哦，我们的 Toyota Supra。Supra。对，它跟 Supra 是孪生兄弟，他们的引擎共同使用。一样的。对。哎呀。OK。如果你去开那天我们有直播一辆Supra 3.0，它里面的东西啊，很多东西啊都是 BMW 做的，包括它的底盘都是共同使用，这辆车，对，这辆车啊几乎就是大小都一样，大小一样，它的底盘，哦，底盘啊，不是高度啊，不是高度啊，啊，470跟 A45 差不多的 ，OK， 280。没有这么便宜啦，250千买不到啦，老师。买 Mercedes 可以啦。能买 Mercedes 买不到，哎，这辆车2019年呢。是啊，很新嘞。新车470，你2019年要卖280，哇，老板。可能。但不知道去自杀，没有这么便宜，没这么便宜，338、320、280，哇，如果刚好下要开封，管不到就完蛋了。你们哦，买两门车很喜欢问这个问题啊，很讨厌。就是这样的咯。哎呦，就是这样的啦，正常啊，正常。哦 ，OK， 这辆车子哦，它的价钱啊哦，猜多少钱？我给多少钱？我给怎么样？337千，888。对，337。对。888。337888。你买新车要470千，你就省了差不多就140千。对。你省140千啊，可是这辆车是 Japan spec， 它的 spec 我没有记错的话哦，跟新车的 spec 好像有一点差别，这辆会比较多一点。
哦，这个比较多一点啊啊啊啊，没有错。所以呢，这辆车你加 Z4 啊 ，Z4 跟这一个 Supra 几乎都一样，差不多一样啊。所以你不想得到的，哎，买 Z4 啊。是啊，你不喜欢别人，去买 Supra。对、啊、对对对对对，这两跟 Supra 比谁快？两两都是一样，一样引擎。好，然后你注意看啊，这辆车为什么会它有跟 Supra 还是有相似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地方。这个，这个，旁边这对这个圆的，这刻板、圆的啊 ，Supra 是这个地方是圆的啊，你注意看 ，Supra 这地方是圆的啊，圆的，好、哦，所以哦，BN 迷啊都是喜欢这个 logo 的，就是这个啊，三个颜色，对，对对对对对，为什么代表什么 ？N Sport 嘛，嗯 ，N Sport。好，2019年，你们有兴趣的，等一下你们可以 WhatsApp 给我，或者你们可以写啊 ，Jack Four 加一，加一啊，直接在下面写 ，Jody 两就是你的了 ，Jody 两，好、哦，帅就是你，是红色椅子的也是你的，没有错，没有错，16000里速，而且19是 Sporting， 够美，真的，我很喜欢他椅子啊，是讲真的，很 sharp 嘞，真的很帅、啊，来我们看多一次啊，你看他椅子啊。呀、yeah, ，有差，我觉得有差。你看椅子，它那个，它的那个什么，这两个，这两个包，那个、对，那两个刻，那两个刻吧，拍出来容易很舒服哦。啊，所以是不是值得买？300多千来讲啊，你买了这样子的 quality 跟这样子的车型啊，便宜，真的便宜，没骗你。Lundex 又便宜，300几块，300多块，375.5。OK， 书单有了。不要没人拿书单啊，我们要讲这样多车怎样比哦，是我们是我们是平民，我们讲平民好不好，平民，我们是小平民、啊、对，来我们下一辆，我们下一辆，我们介绍这个一样是在 BMW 旗下的一辆车子 Mini Cooper JCW、嗯、是这样哦，看一下啊，可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啊，Mini Cooper 是 BMW 出厂的，哦，是吗？很多人就认为它是 Mini 出厂吗？是 Mini Cooper 吗？可是没有人讲破哦，原来它是 BMW 出厂的。出厂。对，是、嗯、是是是是是是，没有错。可以几多钱呢？这个谁？永泰蛋，这辆是337888，337888，2019年啊。这个谁？永泰蛋，然后你要的话。赶快哎，赶快拿回去。其实还有一个角度我喜欢哎 ，BMW， 什么 Z4 来，就是这个角度，这样啊，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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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上去，啊，这样看是最美的。屁股又很翘。对，我喜欢看这样子。屁股又很翘。没有错，没有错。哎，这个 Kelvin， 你应该是上汽车大学的，他很多知识他都会。很厉害嘞哈。Kelvin 很会看理数。对。啊。Kelvin 你。给我知道一下你是做哪一行的，你一定跟汽车有关，不然你太懂太多东西啊，我们差一点啊卖车都要找不到吃了。OK， 抢完了要饭碗。啊，没有错啊。就好像加挂和 Range Rover。肯定。嗯。iBallo 90块，没有错啊，没有错啊。iBallo 九十块。对啊，没有错啊。那车子走跑电的吗？而且 Rode 便宜吗？哦、啊 ，CC 小，可是马力大。来，我们继续看。这辆一样是有 head display 的 Mini Cooper JCW， 好、哦，很不一样的哦，很多小姐姐的梦想车，是哦，这是我以前的梦想车，啊是啊，然后过后啊就变这样子的，哦哦，人会跟着年龄的时间 upgrade 吗？正常，哦，所以哦，在当下啦，你喜欢的那个车哦，你要去买，嗯、不然那个时间一过是吧，你就过了。就过了，你就过了，真的、哦、当下了，当下你就一直想，一直想，可是你都没有买。对，我们不要想太多，我们要去行动。哦，对，对对对对，要去行动，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梦想嘛。是。但梦想的时候，那只是想，我们要去实现。去实现。去实现一下就可以了哦。对啊，这样你才会更努力。对，敢敢踏出去，才会做更大。嗯。你就不要去担心什么没有成功啦，什么什么啊？我跟你讲啊，方法总比。问题多，是是的，方法总比问题多，我们是寻找方法解决问题，而不是去找问题，
对吗？是不是这样讲？对的，对的啊，所以哦，方法总比问题多啊，所以你找方法搞定。337888 warranty 多少年？这辆车哈，应该给可以给到你一年 warranty 没问题。一年的 warranty， 哎呦，跳出来呀！爱爸保险很领贵，可以不要讲很领贵。Brother， 车价没曼他保的高吗？那辆车子，那辆还没有上路。嗯。800多千。上路一下1点多，你讲那保险还不贵？是哦，正常。我们买保险是一样嘛，我们买越大，它就越贵哦。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车就是越贵，它保险就越贵。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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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对啊，没有错。Mini 的 HL 嘿，来来，我们看一下啊，看看车型一下 ，JCW 款，这个 model 会比较少在 market， 因为 market 的话通常是 Mini Cooper 普通的 ，Mini Cooper S。OK， JCW 就更少，这是 JCW， 来、欸、啊 ，JCW 啊，什么叫？对，嗯、这叫 JCW， 它的 short form 啊，所以 JCW W 呢，它会比较不一样，不只是外观一些，还有它里面的一些 accessory 也不一样，马力也比较大，马力比较大，对，马力比较大，没有错，这 Mini 的 HUD 很特别的，对。我觉得它的那个 HUD 像 Mazda CS5 是吗？啊，应该是 Mazda。对，像 Mazda CS5 的那个 pattern 这样。哎，我们看，来，我上车了，不要紧。那我们来开灯，女士来了。给你看啊，前面超可爱的这辆车，好像青蛙的眼睛这样啊。超酷的，它最特别的就是它整架都是圆圆的。RS 300 white 白 interior 黑色的有吗？圆灯单关。外面白，里面黑呀、啊。外面白，里面黑。外面白，里面黑。圆灯单，你。你给我，你 send WhatsApp 给我，等一下我 check 回我的 stock list， 因为我太多车了，我很难记完啊，我很难记完，真的很多，不是太多车了。啊，杰丹，我的 WhatsApp 列在以下，你 WhatsApp 给我，等一下你要东西，你 send 给我，我 check 了过后我回复你啊，白痴。JCWGT 吗？没有 ，JCWGT 没有。OK， 来看一下啊，这个就是 Japan spec， 一样是 Japan spec， 所以看这个是吧？是方形的。对。嗯Japan spec 就是这样的东西，不一样。还有一个呢，你们可以看里面的地图。地图啊？对，它里面的地图啊，看它是跑UK、哦、还是跑日本 对，日本就知道到底是 UK 还是什么啊，这样情况。哦，这个 Mini 呢，最美的就是两粒眼睛哦。对哦，青蛙眼。青蛙眼啊？对对对。整个都是圆圆的，就对啊、哦。啊，这是它的设计。所以整辆车都是圆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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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 side mirror 灯。全部都是圆圆的对对，包括它的这个 remote 啊，它的那个 remote control 都是圆圆的 ，mini 圆圆的，它的钥匙没有错啊。OK， 我们看一下啊，这辆车子其实很多东西看的，它是属于经典车的，你买回去你不卖，改天会有价值。就好像你看 mini 啊 ，mini 这个第几代啊？这个应该是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应该第六代吧？它的祖先啊。他的曾祖父啦，那辆车啊，都要好几十千，几十千啊，还有几十千，对对对对，几十千。他们之前以前就是有他们来买了过后，然后收了过后噻、啊，然后啊喷漆喷美美，租给人家做新辆车。哦，因为它很特别。对对对，也是两门的吗？是两门的吗？啊，很多，所以就是有一段时间是有这样子，所以啊，这辆车子可以买回去收了。Where your location？ 我是在新山 JB 这边，这个谁 Jordan 的？你可以 WhatsApp 给我，我send 我的 location 给你。Hello， 陈伟斌，晚上好，我还记得我是铁扇公主啊。对，Hello， 陈伟斌，来分享，谢谢。啊，是的。我们的铁粉，来看一下里面，这辆车子哦，啊，要讲了这个东西，很多 Mini Cooper 他们是没有 keyless 的。哦，没有 keyless， 这里有个，这里有 keyless， 对，这边，哎，这个、嗯，这有 keyless， 虽然这个是 option 的嘞，它不一定每样有，这配置啦，啊，不一定有，来，
看一下啊，两门又是一个没有框的。哇，好帅哦！它里面、欸、对，好像小朋友玩那个汽车的那个感觉。小朋友玩的汽车啊？啊、哦，超可爱的。是啊，你看啊 ，JCW 全部有这个 side step， 全部有 JCW 的，连它的那个 carpet 都是有 JCW logo 的，是不是 Q 啊？的这个，啊、嗯，很 Q 很 Q 很 Q 哎。也一样哦，它一样是 mini 的那种 bucket seat， 椅子也是一个重点的，它椅子有那个 JCW 的 logo， 哇，很美的。哦，好秋哦，这个。对，红色黑色配搭，圆圆的、啊，里面都圆圆的，超可爱的，这个 mid 表。中间圆圆 mid， 然后 handle 又圆圆，全部都圆 ，speaker 也圆圆。是是是是是是。所以这辆车子啊，就是主题就是圆，圆是圆，它的外形就是圆，它、就是、连那个打油的都是圆，啊哈哈，那个超秋了，它、啊、圆到才好可爱啊，还有很有 pattern， 很有 pattern 啊，没有错啊，我们继续看，没有做过啊，没有，啊、你有做过 mini？ 做过之前的 啊，这个没有做过，这个没有做过，来，啊来。哦，舒服，舒服啊，更舒服，舒服可以啦。OK， 等这个 meter 表我是最本身我个人最喜欢它这一个 part， 是，你知道什么吗？这个是最准，对，它会变颜色，对，会变颜色，它会变颜色，这个真的很酷。来，灯关掉啊，我很喜欢这个。啊、我们调它的那个冷气 ，OK， 啊，看，边边边。然后你调热的时候，它又会在变，啊，一直在变的颜色，所以哦，很好玩，看，哇，超酷的嘞、啊，这个真的很酷，风大风小都会有颜色，哦、所以是不是好玩？哎，很 good 的，很 good 的，而且它这个打牙的也很可爱耶，啊，然后也是圆圆的，哇，超可爱的。我跟你讲啊，如果没有看这个啊，嗯，这两台是手牙。主牙，你不觉得吗？有病的，哦、是啊，有病的那个还要主牙、啊，没有看这个，对、嗯，很多人认为，哎，这么这 mini 手要的吗？哎 ，no， 这个是 auto 的，看到吗 ？auto 的啊，然后它的通常我们的不管是 BN 啊 Mercedes 哦，它的这个 push start 哦是暗的吗？对，这个是像什么车吗 ？Lambo 这样。这样子啊，像飞机这样子、哦、啊，来看到吗？看到吗？这样子的，它是这样子的。哇，很秋嘞、啊，它全部都是这样的嘞。对对对对对对对，看到没有？这样子东西的，是不是很秋？好像飞机这样哦。是，哦、它很什么很特别的，然后精致嘞，它整辆车。没有错，所以哦，它真的是很厉害，它要把它的东西都做到圆形啊，我觉得不简单嘞。是咯，你看。阿米特啦，本来就是圆形啦，是没有错。可是这个东西，他们通常都是做这样。哎，米特不一定圆的。哇，很揪哦，真的。米特，我可以做四方吗？我里面圆吗？对啊。可是它可以做整个圆嘞。对。超揪，而且你看这个打油的，哇，老魏。啊。这个格子超揪。啊这个就是打油的，没有错。很揪，现在没有油啊。还油吗？没有油。没有油没？哇，要没有油了，哇，没有油，哇，要没有油啊。嗯。哦 ，OK， 没关系。三百哎，三百不烂，三万三幺五七零，嗯，三幺五七零的这个 mileage 三万多，然后 head up display 哎，这样子的，哇，好酷哦，这样子的，哇，还会打开的，还会打开的 ，OK， 只要你们看到啊，你们看到这个 steering 啊，这个 steering 就是 JCW 专用的，这个，因为什么？它不只是圆啊，对 logo， 然后它的。Pedal sheet 跟这些 multi function steering 也是圆的，对，它的 pedal sheet 也是圆的耶，对，够圆哦。对对对对。女朋友会喜欢吗？喜欢呢，陈伟斌，肯定喜欢呢。可以啊，买两单呢。啊。买给你的女朋友干。你有女朋友了吗？干美丽，哪里会高？2017年。是的。三万多，很低了咯，很低了。2020年了嘞。是。啊、Hello， 陈嘉祥 ，Hello， 你好。Hello， 晚上好。美女越来越美了。谢谢你。是是是。你太久没有看到我了，是吗？哈哈哈哈哈。这款车子哦，它一样，它也是，不要看小小辆，碎碎裂啊。我跟你讲啊。普通的车子啊 ，E-Class， 嗯，
1250、1200、C200、C250 都未必跑赢他。江哥嘞，小小两张。哈，开玩笑，我跟你讲，不要玩玩啊，战车子啊，真的。你有驾过战车，你都知道就知道什么叫做迷你。会飞啊？不只会飞，它很会跑。很会跑，而且 sport mode 呢、哦？sport mode， 你看呢？是这样子调的、啊。对，你看有个 green mode，OK，、okay, 一个 green mode， 很 chill、欸。然后再来啊、MID， 你看换色 ，MID 换色 ，OK，、嗯、再来 sport， 你看啊，热血啊，直接变热血，哇，你看是不是很美？哇，很 chill， 很 chill。啊，还有这样的、哦、青色，你看哇，然后 apple green， 很帅、欸，可以哦。太帅哦！所以它的 interior 的这个灯哦，很吸引人啊，是，很吸引人。这里全部都是做红色的，嗯，这个是 carbon 嘛？是 carbon fiber， 对。这里还有 carbon 呢，对对对对。哎，不要看我这样哦，我懂 carbon 哦。啊，我会了，这里有 carbon， 看到吗？啊， carbon， 然后它，我终于看到个东西，跟 BN 一样东西哦。对吧？啊，就是知道 BN， 还有 BN 的那种痕迹在这辆车身上。你知道哪个吗？哎，这个东西，虽然我刚才很想问你这是什么来的，哎，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对，这个在 BN 的，就是能够调它的这个里面的方向哦，这转的，转的哦，它可以这样子调啊，它可以转，它可以转，对，只有 BN 才有这样子的摆灯的圆形啊。I know 呀，嘿，你们圈女朋友吗？没有圈女朋友的吗？那个是不是 auto dimming mirror？ Dimming mirror， OK。这里有，这个有的，没有错。这个家伙太厉害了，他会的东西。哦，九啊？这个是这是什么？这个嘛，旁边。这个这样啊？不是啦，不是啦。哦，球哎！它是这样的，它是这样的。球哎，这还外形的很球。对。这样车那可以买，你看都是很迷你的东西。哇，老外，这我很喜欢。然后它的那个手把是青青色。OK。是青青色。手把的那个那是属于隐蔽的颜色，它可以换。可以换的。啊，我们就是六个颜色。哇塞。有六个颜色可以换的，所以这。我觉得青色很美耶。青色美啊、哦。真的，它的青色很美耶。哦呀。Apple green 的。哎呦。那种印度人的青色的嘛，Apple green 哦，哇，老外真的是。太糗了，这辆车。啊、我调个 sport mode 给你看，那有没有声音 ？sport， 那你踩一下油啊。你又叫我踩油，给你踩油先。不会踩油啊，你是叫我踩油。试一下啦，试一下。翻。啊，有啊有啊有啊。拉高点，拉高点。翻。你只要在路上听到会啪啪啪啪声的车哦，就不要跟他玩，太会跑，真的。不要让人家啊，在海威上面。哎，布林达，这辆车是两个门、三个门车，后面可以坐人吗？可以啊。来，我们下来，我们去后面坐。我们下来，我们看干嘛拉后面？我们下来。下 ，OK。来。C 的 black gun， C 的 black gun， 看一下啊，哇，这个位置要坐人啊，紧张哦，讲进哦，可以吗？可以拉前面一点是不是？我都不会进啊，真的我都不会进。它这里后面还可以推下去。没有，它这个是给后尾的人。哦。可以。我试一下，我应该可以啦。哇哟，紧张哦。我脚这样长应该可以。哈哈。来来来，来，谁看？过去，可以吗？可以啊，哎，后面可以嘞，啊，勉强可以坐两个人啊，勉强没有啦，后尾的话没有这样舒服啦，这么小，对，尤其是脚啦，不过小朋友是真的是可以的，小朋友可以，因为它这个比较大，后尾还有那个 ISO fit 的、啊，厉害，哇，很不错一下嘞，可以放可以放那个 baby seat 啊， baby seat 啊，然后后面还可以放水的。像我这么娇小的人，就是可以坐在后面哦。不过就是上面也不会很矮啦。肯定，这个够高。啊，它是 OK 的。这够高。哦，勉强坐一下还是可以啦。哦，近可以啦，远途就不适合了。OK， 算了，来，再来。
算了，下来啊。算了，下来。下来。不，我的意见呢、啊，三门的mini 哦，后尾坐人没这样舒服，五门的就舒服。五门的。五门 OK， 五门 OK。后面可以开的。五门 OK， 好，看一下啊，哇，两只 Adjust 还有水哦，冷冷。很秋的感觉嘞。给、okay, ，看看一下。来，哇 ，OK， 这个的后车厢就好像马来西亚国产车。买币的空间，我是想要买币的空间就差不多十几，是买币的空间，然后比较没有这么宽，嗯，对啊，是这样的 mini 嘛，啊、这个是 mini 嘛， mini 了嘛，啊，它除了前面比较大位，后面就比较，是，刚才的拜声啪啪啪不够啊，肯定啊，我们在里面那个那声音就盖掉了，给你们听多一次啪啪啪的声音。正常啦，来啊，等一下啊，喂 ，OK， 塞，你们听到吗？哎，这个声音哦，它每一次换一个牙刷哦，它会砰砰一次声音。对，每换一个牙砰砰砰，帅。太帅了。帅。这台有什么？他们音响。他们卡顿没有。他们卡顿来讲呢，那个是属于 optional 它配置。它不一定每一辆都有。来，我们看前面啊，看到这里引擎 ，JCW 引擎比较不一样。很帅耶，你看啊，一样字这个号码，你看这个 Twin Power Turbo 一样的哦，所以是一模一样的啊。Mini， 你看到 BMW logo 吗？有吗？还是有三个横的啊？来 BMW 啊，有哎，我一下都有哎，有哎，是啊，那边我一下都有啊，哦，那边哪里 BMW 啊，所以看到没有？所有的，这是 BMW 的。上面有 BMW Group、嗯。BMW Group 啊。嗯。这样刺激哦。有看到，看到了，没有错。麻将打炮声，对呀、啊，没有错啊。你的打炮声也是这样子吗？对，你的半夜打炮声也是这样子啊。咖啡丽，你的半夜打炮声有这么大声吗？会吵个屁的嘞。不要这样子哦，现在 MCO 夜深人静。没有错哦。这辆车子 mini 2017年，来30,000多里数，而且这辆车是五分 A 车、啊。五分 A 啊？对 ，Japan Spec， 这是五分 A 车，车很美，里面 interior 你不用担心，可以自己买回去。很美，非常美。没有错，哦，要买的，等一下你可以 WhatsApp 我啊 ，WhatsApp 我 link 在底下。哎、我们给价钱，2017年的这一辆 Japan Spec mini Cooper JCW Proper 阿哥。181,888 181,888 188,888 对，你们喜欢的，等一下你们可以 WhatsApp 我，哇，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的两都是 BN 的经典车，来，我们看第一辆，哇，刚失火，来，我们看回第一辆，来，再讲多一次，2019年的哦 Z4 BMW 2.0 的啊。给你们看多一次，刚才还没有看到的人啊，要来看多一次。给你们光圈19寸的 Sport Ring。哎、我们问一下观众哎，我们问一下我们的粉丝有没有人要加场啊？点餐。哦，来点餐啊！你们刚才要点什么餐？我这边有现场有 C。光一下这边。啊，来看一下、啊。看一下，来，你们这样四周围看一下。有什么车？然后你们要点什么餐？你们自己看。Lexus Z4 也是五 A 车。啊，对，对。来，你们看一下，你们要点餐吗？ Lexus, 还是要 C Class？ 还是要 CLA？ 还是要野马 Mustang？ 还是 V5 Alpha？ Supra 也是有。很brand 都有。很brand 有，来，你们自己观赏一下哦。GTR 老。GTR 老没有在，没有在，就是不要放这两个给你看。
就是不要给你看，对，就是就是没有去，对，就是不要给你看这辆车子，没有错，就是不要给你看。哦，看照片可以啦，看照片，我先给你看照片，没问题的。有人点餐吗？不要 GTR 没有，就不要点餐。还有吗？还有吗？啊，还有 CLA 是有啊，还有什么？刚才有想要 Mercedes 谁？跑掉了。应该跑掉了，对，因为我是 Mercedes 很多啊。对。C class 的话，我们最出名就是 Mercedes。哦， Mercedes 啊。每次都是 Mercedes 啊。不是最出名是 Toyota 吗？不然就是 Toyota。Toyota 这边。对对对对对，没有错。汽车也是很出名。啊 ，V-Fire ZG Alpha。不用紧，没人点唱，我们就不要再讲了。是的。我们今天就早点收工。早点收工。好，我们早点收工。谢谢施主。我们就早点收工啊，今天。OK OK。所以朋友们，你们可以在我的 Facebook 底下，你们就给我一个什么小铃铛啊，很久没有打了。噔噔噔。有吗？你都看到吗？有，我的看得到。来 ，OK， 来看一下。等一下，我出去多一次 ，OK。有吗？哦，我要去这边啊。哦 ，sorry 啊，等一下啊，我找一下。你们等一下啊。OK， 来 ，William 这边，我们打开。没有，这么按不到了的。没有小铃铛，这么按不到了的。哎，有，看出来。啊，喏，这里有一个小铃铛，看到吗？你们可以开这里 ，OK， 按一下 ，OK， 所有直播通知你们就按这个 ，OK， 就可以接收了，好吗？所以我们直播的时候你们就会看到了，就不会错过。啊，像今天这个 BMW Z4， 我们第一次。哦。嗯。金海论。可以，没问题。关车顶。来，我们看看它的那个收的那感觉，收的那感觉啊，啊，收起来，这样，锁匙啊，对，看一下啊。你们看看，关起来是什么感觉？对啊，我挑下脚。哇，春秋哎，以后就穿着西装呀。哇，这样子肯定驾这种车肯定帅的，你看。帅哦。哇，来关门，关车顶啊。1 2 3 4 5 6 7 8 9 10 OK 11啊，刚刚好，哇，超秋的嘞，这看到吗 ？BMW 讲这么久哦，好准好，我们从 Mini Cooper 讲回来了，你现在才回来，什么叫 Mini？ 什么叫 BMW 讲这么久 ？OK。十秒时间，所以你不用担心你下一天漏水啊、进水啊，十秒很快的，十秒很快的。除非你是等到它不啊，你碰到点雨你就关了，好不好？这个应该是塑胶的，这边玻璃，哎，是玻璃是塑胶，我要研究一下，应该是玻璃吧。好 ，BMW 玻璃，对，这是玻璃的啊。这玻璃的，所以十秒时间应该是很够你们关了的，可以吗？是的。OK， 所以啊，什么青海论，好、哦，看到这辆车满意的话，就把它带回家。M4 加一，嗯。啊 ，Z4。Z4 不 M4 哇，变成 Z4 加一啊。Z4 加一啊，可以不可以把它带回去哦？可以吗 ？OK， 你们有什么，我们后尾再聊啦。对，是的。好、哦，这样我们今天关播了啦，可以不可以？好 ，See you 啦。谢谢你们。OK， 有时候我们后台见，或是刚刚WhatsApp给我啊，我的WhatsApp在底下。OK， 我是王子威廉，拜拜。拜。